你好，我是吴正宏，担当企业管理顾问已经43年。我看到很多企业成功的元素，就是因为经营者懂得看人，懂得识人智慧，有眼光，看清楚谁是好人，谁是可用的人，谁是值得栽培的人。识人智慧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通常因为没有识人智慧，就会用怀疑的眼光，用过去的伤害来作为现在的决策。打个比方，你曾经做什么事情做不顺利，那你就认为啊，那个事业不能做。你曾经用过人，结果被骗，你现在就觉得所有的人通通是不行的。那这样就会裹足不前，自己停滞在你想进行的路上。结果就站在那里。有一句话说："只怕站，不怕慢。"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标定方向，然后慢慢的走，总比你站在那里怀疑还要更重要。通常人会一直怀疑，这是很必然的，人之常情。但是切记，绝对不要站在原地怀疑，你要用怀疑。然后去证实，再怀疑，再证实，就逐步的去前进，去挖掘。那这样你才能够找到机会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看看以下这个网站，你就会了解原来还有更好的方法，把你的本业做得更好。吴正宏祝福你。谢谢。